我们终于收到火漆印章啦，等了足足一个月，给大家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吧。哇塞，火漆大的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，有经典色、马卡龙色、莫兰迪的，还有金属的。啊，这是哈利波特的颜色，诗院、幻院、冬院和十院，你们最喜欢哪个学院呢？那么多章头的图案，吉林姐会先做哪一个呢？再看看这是什么。哇，这是我，妈妈还专门定制了个我。哎，这里还有火鸡炉、小勺子、脱模板、小蜡烛、镊子、上色笔、搅拌棒等等。好了，工具都齐活了，请开始你的火鸡印章抽体验吧。好嘞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你们觉得哪个最好看呀？还有哪些好看的配色呢？快点留言告诉我吧。